主料：猪肉100克，莴笋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大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青笋切片，肉、肥瘦分开切片。锅里下肥肉，加些清水，煮干炸成猪油渣。炸好的油渣里下姜蒜，下瘦的猪肉片翻炒至变色，下青笋翻炒，炒至青笋熟加盐和基本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肥肉炸猪油时先加些清水煮一下，不容易粘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